你不管，我从命令。范南现在被一种特殊的生命体寄生，他现在已经变异了。舒鲁不想再见到你。爸爸，小柯想喝这个。小的时候，我一直问他。 妈妈在哪儿？妈妈到月亮上去了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到月亮上去看看。你珍惜的东西，我都会毁掉。